等等等等，你们猜猜这是个什么东西？这是我前几天过生日的时候送给小爱妈妈的礼物，也算是新年礼物吧。我妈妈强行跟我爸爸达成了一个约定，就是在爸爸过生日那天，妈妈必须得收到他送的礼物。没错，你没有听错，是我爸爸过生日那天，我妈妈收到礼物。不是强行的啊，是心甘情愿。对对对，经常看我们视频的人应该能看出来，爸爸是一个妥妥的经济收入男，哎，人比较细心，也还挺有耐心，特别会过日子，但是没啥仪式感。都不给我送礼物，我给他送礼物他还嫌弃，那他不需要，那就他过生日给我送礼物呗。嗯，我觉得呢，就是说想要啥就买啥，不用说特定的某一天去买。我赢了。啊、我妈妈过生日的时候，我爸爸都只请他吃饭，然后啥也不说。谁说的呀？结婚第一年的时候啊，给你妈妈起了很大早，给他买了个礼物，买了结果他不用，丢在那多浪费啊！以后就他想买啥想用啥，他就自己去买，多好。就是这对耳环好看吗？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这种长耳环，这个我也挺喜欢的，但是当时要戴小爱之后，它太小了，就怕它抓，所以就一直没戴。然后以后我每年要买首饰的时候，爸爸就会问一下，哎呀，我送你的耳环你咋不戴嘞？对，一件首饰要一辈子都戴着。好看吗？这个人还给我送过一个裙子。只要妈妈没衣服穿的时候，他就问，你咋不穿我给你买的那个裙子呀？他买的是夏天的裙子啊，冬天也问我怎么不穿。那件裙子我都穿了三年了，我很少一个裙子穿三年的。他买的那个确实也怪好看的，我走在大街上还有人拍我肩膀问我在哪买的，我当时给我吓一跳。但那个是一个老奶奶，是我们和姑姑我还有你一起逛街的时候。也有年轻人说好看好吧？确实还挺好看的。你是一个衣服想让我穿到老是吧？那我送你的这个东西你满意吧？这个其实是一个媒体，你们猜到了吗？这下面是个充电的底座，这个上面像个鼠标一样，双击两下就开机了。生过孩子的都知道，生完孩子后肚子还有腿上都会有一些妊娠纹，肚皮还松松垮垮的。他老是唠叨说自己的肚子拉垮不好看，我在网上看到炫美的这款媒体可以淡化妊娠纹，紧致皮肤。来把肚子掀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用。我呀、咋是我呀？我昨天晚上才用了，而且这么冷的天，你忍心你舍得让我把肚子掀出来？好吧，我就只能给您看一下我的八块腹肌了。我都没发现你的体儿这么深呢，我怀疑你是不是这个东西买来你自己用的。我走吧，你想要把这个保湿补水凝胶给你爸爸涂点。好，这有三个模式，这个 RF 射频是通过这里的16颗射频按摩触点来产生作用的，通过高频电流作用于皮肤，促进胶原蛋白新生。这个 EMS 微电流主要作用于筋膜层，帮助肌底重塑地基，加速肌纹。这个功能还有6个档位，可以根据自己个人的肌肉程度来调整。这个 LED 这个红光淡化身体细纹，还可以提亮皮肤。来吧，躺下。嗯，这样顺着纹理，我天，全是纹理，滑动按摩3分钟，然后呢，这样垂直纹理，滑动按摩3分钟，然后呢，还有顺时针打圈，这样重复按摩3分钟。看着肚子松松垮垮的，可以沿着腰部按摩，滑动10分钟，给你自己搞吧。嗯。像胳膊、腿、肚子那些松出来的地方，也可以搭配这种按摩霜，还有这个凝胶一起来使用。其实大致就是这样用，主要是还是要坚持。所以这又是一个能用一辈子的礼物啊！看我爸爸送的花，一辈子都不会凋谢哦，还会发光呢。哎，我说爸爸没送过我鲜花，人家花几天时间亲手折了一副。哎，送给你，诚意满满了，我也不好再说啥了。但是其实主要还是抠，还抠，谁家会买那汗蒸房的玩意儿啊？还抠。说你这个汗蒸房，我是实属没想到啊！那天我迷上了汗蒸，爸爸就给我买了个汗蒸房回来了。这是双人用的，我跟小爱两个人怕热，就让妈妈一个人天天在里面用。对，每次都是我一个人用，一个人用呢更宽松一点。你看这里面还有音响，能放音乐。对，这里面还挺齐全的。嗯、我每次在这里面都调到40度，然后出一身汗，然后特别轻松。现在15度，这个汗蒸房又是能用一辈子的礼物啊！我今天那个大姨妈来了就不用了。其实我爸爸对他自己抠，但对我和妈妈还是怪大方的哈。但他只是怕买了礼物，然后我们不喜欢浪费了，对吧？还是你懂我。那我也跟你刘小爱一样，我也保证不浪费。嗯，多给我们买点礼物，我们都不浪费。